因为你一个人走嘞，每个人都有 partner 帮忙，虽然是喵喵不是一个很好的，但至少有个伴嘛。可是你自己走嘞？不会，我很享受杰西的粉丝们的呼喊声。会全数接收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谢谢你们。OK， 其实轩明啊，你在看这个海报的时候，我相信你也还没有看嘛，对不对？就只看了这个预告片而已。是啊，你对这部电影的感觉是怎么样？其实预告片我还没看。哦，还没有啊。是是是，所以就今天特地来这里看首映。OK， 那海报给你什么感觉？你觉得它像鬼片呢、啊？像喜剧片？像爱情片？很神秘，我觉得它有一些悬疑的故事在里面。那为什么他会叫面孔，你知道吗？我等一下看就知道。OK， 那电影里面呢，说到跟这个所谓的女生的外貌真的有很直接的关系啊。对你来说，你觉得女生的外形是不是最重要的？就是在要当演员啊，或者是当这个幕前工作者的话，我觉得性格比较重要。当然，现在这社会里面外貌是很重要。可是我觉得性格，其实才是最重要的，对，才能让你在你的路上走得更远。哦，你的性格是怎么样的？